行道，干起你这个哦，渣男！喂！你是在讲什么笑话啊？家己也无检讨一下恁查某囝，等倒来怪阮囝。就是有你这种不吃款的老母吼，才有这种不吃款的老囝。这啥笑话呀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你再挂着，出去，出去啊！快点，快点，死哦！快停！佮他们讲，阮妈妈是死多，你小娜你够傻啦！我是安怎？你敢听我不够玩是无啦？阿母啊，你问一下恁查某囝好无啦？为什么伊明明知影讲我是有某的人，佮要安尼讲公公的唔肯帮我说？我甲你讲。伊就是看到我有钱有势，所以才会变到我面床顶来。你什么狗叫坏呀？丁浩，你真正是……啊！啥？你真是死查甫呀！你创啥？你无出家呀？碰我查某囝，你小婆！哼！你莫叫是讲吼，你有靠山，就用对阮囝起脚动手啦！我一定要告你，告你伤害！去告啊！想我把所有的记者拢找来，我要让全台湾的人拢知影，黄冠廷是一个渣男。让大家知影，伊是安怎欺骗两个查某囡仔的感情，是安怎糟蹋阮姐啊？糟蹋伊，到底是谁糟蹋谁啊？啊！是恁姐啊，搞不干呢？不干的吃穿露皮的，你真正是欠教训！老大，欠教训的人不是阮查某囡，是你。为什么我若感觉，亲像是摆在这边活同款？唔对。伊只是甲爸生做作性尔，天作孽，犹可畏；自作孽，不可畏。是恁查某囝，去帮我耍明明，就甲伊分手，伊敢安尼讲讲讲的，这个代志不敢这么大条的。我甲你查某搞好势，等到我垃圾水搞破，我们头前要破你垃圾水啊！我可不要替天行道，好好教训你这笨手。我你到底安怎做？你讲啊！我到底安怎做？你才敢嘛放我？还搁社会耍？你有听到无？是你这个查某囝哦，硬要讲阮囝啦！慧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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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拉倒！慧姐，我弄了，我弄。你看我弄起来。是跟你本身跋倒的，跟我无关系啊！这人在做哦，替你看啦。你家己做的代志哦，你非常清楚。总有一天哦，总有一天哦，你一定会自作自受的啦。快点，这边就下去呀，咱紧的来去，咱紧来。伤害的纪念，我惊，林慧姐啊，我真正不知道要怎讲你呢，你这大姐大家哭甲歹去也是，你到到今嘛我看袂清楚啊，迄个黄冠廷根本都不是真心在对待你，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人啊，公公啊。公公对以后你更在意啊！
姐，囡仔是不够的，囡仔无去，咱大家拢就艰苦的。我拜托你，莫阁一面不顾我，我拜托你，放过你家己，重新开始好无？我无，我无，重新开始，我干那爱管着我，要我的囡仔，我不爱管着我一个后代。 我的囡仔，我不爱，我不爱，麦克，麦克，清醒啦！这个查某囝的。 这吼，这拢是天注定。虽然这个囡仔无去啊，但是伊的命还搁伫咧啊。一定知影讲哦，伊出事无受欢迎，这来离开。这就表示讲你甲伊黄冠廷哦，今生无缘啦。你哦，都莫阁想伊啊啦。 跟他倒来吧，那会怎讲啊？你若讲袂出车啦，好啊好啊啊，莫讲讲啊啦，你家这讲有啥物路用啦？伊若将家己想袂开啦，我讲较济哦，迄嘛是了然的啦。<笑><笑> 姐，你还伤心啊？是命来接囡仔走的，你也较坚强好无？等你出院吼，爸爸一定要好好替这囡仔安尼做法，来个超度，你着趁这个机会好好忏悔。 以后吼，莫跟黄冠廷有任何的交叉吧啦。好啦，莫哭，莫哭啦，安尼对身体无好，莫哭，莫哭。